南少林弟子何英武、朱赞成、赖峰来讨还公道。 大胆！哼，你们大喜的日子，来了我们这三个不速之客，只怕有点煞风景。是你？喂，上次见面的这位，你还没跟我通过姓名。不过自从上次相遇，一直想和你痛饮三杯。 今日有酒，正好随愿。好，在下包山雄，向在嵩山少林习技，学的是金刚掌。我姓朱，明史后代，学的是螳螂。 哦，失敬，原来是朱明之后。好说。进。 明史后代。